先给小马做个全身检查。嗯，扫描发现小红马的神经系统很活跃。啊，难怪它这么好动。那不是和我一样？哈哈。小飞，和我一起跑吧，我是抱抱马。如果抱抱龙是一匹马，它一定比小飞还好动。如果我是一匹马，我有办法了。这是马叫声。对，赛马都是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的，所以用赛马声音可以激发小飞的斗志。现在我是另一匹马，小飞和我竞争吧。天哪，小飞又跑去玩了。